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日本战民间轻松玩点轻松一点的游戏哈，这是我们的泡泡龙 Puzzle Bubble。泡泡龙这次出到第四代了，你之前有买哈，只是说后面它有更新中文版，所以这次应该有中文，但是这游戏中文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。呵，赶紧升空没？好怀念了。Bubble bubble, bubble bubble。欢迎来到泡泡龙的世界。收藏架控制器一。哦，这游戏是可以四个人玩，可是我现在直播只有一个人。这芭比、波比跟佩比还有帕比，前面两只看起来还很习惯，后面两只配色真的超乖。原来是长头发啊，不是辫子。OK， 全家一起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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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怕！我要喷一堆气球，跳上去，干！退不进去。收集英文字。我最后一次最可怕的。对，我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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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降 key 了。进去了，你可以蹲下来。天，那高级。哎是，摆呀吧。泡泡，我们第一次可以蹲下。好的。他用的颜色是比较淡一点，感觉泡泡龙太粉了。看，经过二十几年以后，还是这么的困难。看，可能不及时。
恭喜大师傅。哎，吃不到了。干 GG， 干这只在下面，超机车，从上面走。对 ，go go go， 动给这个这个对。我是个。泡泡龙最大的秘密就是大量的水果食物，又是这没有送一只之类的，泡泡龙就是没有魔王关之类的。吹不到，我去！摇摆摇摆，看碰不到，有了。靠，这个太机车了。以前的泡泡龙几乎在时间内，你如果走错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水果吃完的。我靠，有魔王关了！靠，真的有魔王关了！是猛进，是，对，好酷，这铁豆豆军曹啊！要把它飞弹包起来，然后打回去。干我手，要踩的吗？哇！干冰老师，哎呀吧！我刚刚撞墙以后，然后全攻击。
看这意义在哪里？可以，有了。呀哈，是啦 ，OK。哦，哦，好大颗，没卖剩，多注意。呀哈，成果发表，开卡表，橙色装备，这可以装备吗 ？Action。送一只吗？不是，加分数。等级提升了。快乐吧！单，设定，去留显示的方法，所以他的装备是在哪条？应该是原主画画龙，看起来。技能装备看一下，哪有的？有哎，橙色。哦，干，真的。哦，还有技能。我炫。叮叮。Action。Go。对，以前的话是在气球里面会砍一些特殊的泡泡，长射也是一个泡泡，然后它是变成一个装备器栏位的，以前是用在关卡里面吃到的。想起来，气流，支持吧，支持这技能栏位装备我有改，没办法。Accept， 拍呀拍！啊干！马上就 GG， 虽小。啊干 ！GG 了。哦，啊干，这技能会发射啊！哦，还有数量限制，干。尝试试试看，啊，就只是尝试而已。使用。微下划线 KT 说 ：“Hello。”Hello KT， 晚安。KT 有没有玩过泡泡龙？你那年代应该是有玩过吧？呀，这超可爱的。哦。这个当年在大型店玩游乐场的时候，也是红极一时的 game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国小，不知道几年级而已。国小，国小二年级左右。微下划线，你说红白机版本？红白机版本的话，应该是国小在三年级的时候。啊看，靠背 GG 了。哎呀吧！当时的大型店玩有几个比较指标性的游戏。就是，让我觉得很惊讶的，就是超越当时的那个游戏 quality 的 game， 就是那个魂斗罗大型电玩重版的射击游戏，然后还有背后的四点，那个战斗我觉得超炫。再來就是双截龙一代，双截龙那时候觉得哇，复合式的按钮可以。施展各种不同的招式去打敌人，然后可以把敌人抓起来蹬头切把他。最厉害的就是他的霸王尖，干这个小时候看那个大哥哥玩都好厉害，叫大哥哥我都不敢投钱，那时候还小，觉得人家打得好厉害，我都不会打。
一个投钱浪费会死掉，这个就打得不好啊，干GG的。零只，最后一只。V 下划线 AQ 说大型机台版本在活动会场玩过。哦，玩过大型机台，然后再就是泡泡龙。泡泡龙看起来其实虽然华而不实的感觉，但是当时的大型电玩的那个他的那个 voice 的音乐的配的声音很好听，画面是比较爽一点，但是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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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看这个 melody 已经变成经典了。游戏，而且我记得他从头戴耳如果一直玩的话，可以打 是打到99关了，干我们打到妈的屁股都痛了是是，看有那种人很厉害的，到后面那游戏很难的。就是这种没有台阶，然后你用泡泡去顶，感觉超难的，超危险的。才这几关就开始有这种变态的关卡出来了，我的老天呐！我上不去，然后时间一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 GG。靠背，中一下吧，中了。一样是泰德泡泡龙，后来有出一个叫彩虹岛，岛岛也是很适合，相非常经典。彩虹岛玩法基本上也是跟这个一样，最早这种算是简明动作式的这种游戏的先锋原主，应该就是泡泡龙没错。后来又出那个雪人兄弟啊什么的，都是从这边的蓝图，基本上。才开始有这一类型的游戏，然后这类型很好玩，就是它其实不是说非常非常热门，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固定的那个玩家，就是会投钱去玩，就消耗时嘛，打发时间嘛。对，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国小同学有女生同学玩这玩超厉害的，男生还不一定玩得好。这个搞不好有些女孩子很会玩泡泡的。微下划线 KT 说派对游戏，超多的，看不要喷了，继续了，哎呦，有一只，对，派对游戏，这次是新的，是四代，然后可以四个人玩，多了两只长得很奇怪颜色的泡泡龙，还是有点不习惯。他干脆就用全色，然后来个蓝色或者黑色的，或者是橘色的，他只用一个带发带的，就看起来颜色配得很怪。就做一个全色的，他不是，然后做一个奇怪的发饰。啊，不过至少可以四个人玩，也是不错的哈。这个那我是边缘人。你脚可以找阿克小吗？你说这样不够吸引人。对，没有办法，边缘的。V 下划线 KT 说要出一个哥吉拉造型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个还没对。对，泡泡龙有个特别讨厌的地方，就是它只能上楼梯，不能下楼梯。下楼梯一定要靠这种下面有洞的往下探，跳上去之后就下不去了。人家想办法这样掉下来，高头也，那你看人家按下 A 就可以跳下去，没有，高龙不行。派呀派，因为打到魔王关，然后最后就没半只就死了。看像这个就故意一定要靠气球上去，然后一个没跳好就会死。OK， 来主来哥。制造泡泡，对，喷的太多会乐极生悲。看这个至少给边边要给站一下。
线，要破不要破，好，留下，我是中一下门，干，吐进去了，好，那就 OK 了。嘘，是水果时间，可以蹲下去。OK， 有成绩，干嘛？嘘，太难打。对。我要把它射掉，用肉鸡生杯。啊干，鸡鸡完了，我不好讲。奇怪，是无限支是不是？因为是零支了是不是。最后还要正中一击。就这个不是正统厉害的人玩的玩法，厉害的人玩应该都是一次，等他一次整个。全部都变成泡泡的时候，再把它推掉。我说我要躲，干那喷不到，超尴尬的。有点放弃香蕉。干，往下跑了。他气流是，现在看到后面背景很像星星，那个是他气流。泡泡会往哪里？哦，对哦，以前泡泡龙没有跟你讲气流的方向。下划线 KT 说这一带也有超过时间的怪物吗？超过时间，我不知道耶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，我还没有过超过时间，我还没有在没超过时间的时候过不了。哦，魔王来了，干！第二大关，我现在零支，挫赛，挫赛，零支，霹雳，干这是啥 ？Kilo 金潮，看起来这王蛮智障的。只会跳而已。果然是全家小朋友、大人小孩适合玩的。有要干？还没啊？干，原来是大招。必杀技这个时候才出现了。我靠，这几天了，这个摇摆，是要晕了晕了，快点！对对对对。来吧来吧，不要喷太多泡泡，我把自己搞死。OK， 这样无伤过关。噔噔噔，大西瓜吃到了，还没掉下来就先吃。一整个画面那么大，你再搞注意。泡泡龙，有两颗星了。哦。雷电炮中，对，还要雷电了，只有一颗而已，还有等级啊！嘟嘟，开下，总共才五关而已，应该不止吧 ？Accent， 来吧，百呀吧，嘿。我刚刚都没什么用到必杀武器，技能武器是有限制的，是一整个关卡里面只能够限定那个次数用满。这个叫一发，还是让孤荡那个冷却时间？
有雷电泡泡。破碎，没错。有雷电泡泡，应该还有水流泡泡吧？我还有两颗、哦，我已经用完了，是不是？看你用完了。国建比旅说安安。哎、欸，国建安安。哦，靠，剑了。掉下来了、嗯，那个雷电炮好像是自己产生的。微笑化线 KT 说：“你等一下试试看有没有超过时间的怪物。”好，这里有一只好了。嗯、好，就这一只不打试试看，应该有啊，这个那么经典哎、欸，但是我看他没有那个时间倒数。爆你的！它只会消失。要把它气流关掉，不然感觉画面很脏脏的。微下划线 KT 说左上角。左上角，它是在计算现在你过关，应该它不是倒数，它是、欸、开始数，有没有？完全不打野。下划线 KT 说：“哦，对，应该不是大型电玩的关系了。大型电玩的话，他是为了怕你说放在那边都不过，然后卖拖台钱的，好像不行。”下划线 KT 说：“那等个三分钟就差不多了。”等个三分钟，好的，应该是没有。说对了，他也不是大型电玩，好像没有那个必要的感觉，这个设计。而且他可能要走比较全年龄，让小朋友也比较容易能玩，所以没有把它搞得太刁钻的。看地下，对对对，感觉死了，你偷跳很恐怖。乱跳一层，哎呦！哎呦！吃不完了，吃不完了，吃不完了！又吃到一个大的，啊，看你那边吃，吃吃！海鸭吧！这个大嘴巴变灯泡有点讨厌。我刚刚倒向你，太鸡歪了。吐什么牙齿？假牙。哎呀，干！妈的，发哥！对不对？哎呀！然后继续在这里，居然被这个大嘴巴给搞死了。这里先。有了，气泡挤压术。别来不及吃，给我吃完，太多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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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 ，nice。哎呀吧，感觉就是要靠气泡爬上去。
感觉要跟着气流跑，咕嘞咕嘞。哎呦！哎呦个！没事。热热血！啊干！要靠气流上去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し。よろよろ。吃不完，但是至少多吃一点。哎呀吧！不干，先稍微等一下。这人，哦，这不一样嘛。这个泡泡如果破掉，我就 GG 了。干！OK OK， 不要破不要破。OK， 赶快要从上面。哎呦，干！我是，啊干！感觉就是踩这泡泡被泡泡害死，嗯，哎呀吧，我已经打破一个洞了，嗯，又是，这靠急呀，我去，哎呀吧。稍微等，啊！干，太鸡歪了，这能打的就先打掉。快点，泡泡龙，泡个再冰冰龙。Yes， 泡泡连吸，这样可能吃不太到了。来了，再丢一点点，跳不过去了。好的，算了。剩零食又尴尬了。打不打到王都是个问题的，不行了。哎呦，没狙击。很不中意啊。有屁。没有吃齐啊。不如。有了。推挤的方式。OK。哦，泡泡龙，原主泡泡龙。
よし。OK， 哦，感觉大魔王关了。哎呀爸！我干！见了 Kiro 罗吗？红色的来的，蓝色、绿色、紫色，干这些，种子炸弹。哎，这个球是干嘛？干！我靠，不要！啊，不玩了！快让我跳上去！干，这什么鬼？以无敌状态干不行。哦，可以接关了。哎呀爸！感觉蒙有点野到，蒙你，蒙逼胖，快爆了！他这爆会死一只。啊！我靠，好险！啊！看，太靠近了，谢。哎呀妈！我干！干！真香！完了！超级大爆炸！那我一定得想办法自己爬上去。啊干！啊，什么时候被打到我都不知道。没盖。Thunderman 到大家知道怎么过，我要靠左边那个爆爆啊，干，那是放文线炸爆炸炸弹的吗？ OK，
要小心他的炸弹爆炸棒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呦，好险！赶快回头就可以射了。快 ！Oh God！ 有了 ！Yes！超级的大蛋糕，葡萄蛋糕，16000。呀哈！没有收集吗？炸弹泡泡装，是哦。哎呀！宇宙关卡，想一下，气流颜色淡一点。哎呀吧，五颗。啊，他把以前泡泡龙的一些道具泡泡球全部把它改成那个装备了。以前的话是用那个颜色的泡泡嘛，蓝色的泡泡还有绿色的泡泡，对，踩下去之后都有不同的效果，有一些会让你泡泡射比较远。我记得，哦，跟洛克人一样嘛，打倒敌人以后就会有新的装备。刚那个是炸弹吗？炸弹泡泡人为什么有数字倒数？怎样要爆的是？哦，对，废话，它是炸弹的，炸弹泡泡进去，干，我这边，喂，看，看不到。Space Invader， 可以、okay ，地球保卫战吗？不用管，太空保卫。Again， 哎呦，危险！来得及吗？
跟不进去，这样。这跳上去就下不来的，讨厌的，讨厌的关卡。我们不蹲下来，不是先往下钻吗 ？God damn it！よし、很好。干，死定了！哦。就够恐怖呢！干的这种，哎，干哎呀，他要气泡。路途好遥远了，对，有了。去了吧，
哎呀，让他吐子弹。讨厌的魔法师。先把它解决掉。干，可恶！算了，那么准。不过这次炮龙没有那个上下可以左右可以通的那个什么回廊隧道了，就掉下去下面会从上面下来嘛。那个好像关卡这个设计好像没有这个东西。把卡把那个复杂度稍微做更改了，还是后面的关卡会有？不知道。啊，干，没吃完。shit， 感觉是魔王哎。铁肉的军草第五号。哦、真的都长一样。V 下划线 KT 说玩这么久都没出现，应该就是没有人。我干！我干！不知道怎么打、啊。我要爬上去。对，没到了。啊 shit！ 没射光。我干，这个机关困难了。我们选择十只之类的，要从上面打。哎呦！上面这个有点讨厌。哦，干！啊，干这太鸡歪了这。要让我可以推那个敌人去打他，对，然后可以射击。
干，那个深度不好，一边拖塞的，不干。干进去！哦，我懂。哒哒哒哒哒。会杀的，我一打不完。这是很奇怪的，他妈的！肯定，看这个，哦，干这个，努力。这个没有双打，有一个人在那边守，太难了。光队被搞就被搞死了。这是 Dark Soul 吗？哎，与无敌状态进行游戏，很好。还有这种 friendly 的战法，耶嘿，超贱。无敌星星状态，来吧。哦，那就黑皮了。对嘛，就简单多了。无敌状态打还是打得很辛苦的，呵呵。OK， 好，我用剑招打赢。Hey，Ice Cream。呀哈！怎么那么嗨呀？哒哒哒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好了。刚刚应该是第八关，这应该还。应该不是最后一关，我猜的，这玩的应该还会有。玩，最后再跑一下这个怀旧的泡泡龙一代。V 下划线 KT 说晚安。增加游戏次数，我试试看。哦，对，这是大型电玩的泡泡龙，没错。噔噔噔。看一下画面，打个两关就，哦干，完全移植。对，这个噔噔噔噔噔噔，声音乐听起来真的，小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声音真的是超酷的。
噔噔，你看他包龙不能斗烤哎，真的。对，跳了一个就跳那个方向了，没有办法空中旋转，有没有？向左跳就是向左跳，看哦，增加难度，全都没有注意到哎。OK。好，大概就这样了。有兴趣的朋友，如果自己有入手的话，再慢慢体验。好，那今天直播那个泡泡龙四代，大概就先玩到这样。四代伙伴哦，这个好，对啊，现在是那刚那是原版，那是大型电玩的。这个稍微讲评一下哦，泡泡龙四代原则上这次的话是以 3D 的形式来重新呈现的哈。然后游戏中有新追加的，可以有四人一起协力的这个过关的新要素在里头啊。当然，在整个游戏的画质上面也做大幅度的提升啊。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泡龙本身之前在游戏中会使用的一些特殊道具的话，它好像把它做到每个关卡里面打败魔王以后就可以拿到特殊能力哦。不过它都是有数量的限制哦。这个设计的话，其实应该还蛮通用哈。就是玩家如果过关以后，大概只要使用泡泡龙，身上就会有个技能，它有一个限定的数量可以让玩家使用。哦，又撇除了以前只是在关卡中出现只来吃的道具，可能他觉得这样子做，可能怕说像以前的一代的做法来讲的话，可能就会让很多的泡泡就会很乱啊。然后使用上面又没有比较可控制性哦，所以玩家现在可以用另外按钮可以控制发射的特殊技能，像发射闪电啊，还是长泡泡之类的，这些东西有加在里头哦。那也蛮推荐大家可以玩看，个人给的评价是70分左右哦。怀旧的性质居多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我觉得可以入手一下，它 CP 值也算还不错哦，也是1000出头左右就有的游戏。那这游戏基本上在北美还有我们台湾都已经有买得到实体片哦，但是日本好像到明年的2月才会发售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版权问题，还是说他们本地化的部分哈。原先那时候买的话是只有英文版，不过各位现在如果买的话，应该都有更新之后会变中文哈，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的部分。OK， 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。好，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，感谢我们两位版主哈，我们的 KD 还有我们的国健，其他收看我们朋友的。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，阿里嘎多，好，那感谢各位，那我们直播下次见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